大家好，现在是清晨5点多，我在这个八子溪，理论上应该是钓那一边比较好，可是在那边有个缺口，没办法过去。好，先钓这边看看。一元阿虎，不好看。下去就中了，也是肥的阿虎。哇，好肥啊！拉虎，这边看起来就像是阿福的天堂。哇，大鲤鱼啊，超大的鲤鱼跳起来。阿虎吃鲫鱼有时候不麻木的，嗯，这个很好吃。都肥的。拉力这么强，要么就八道，要么就是走。
有可能刮到。中了哦！50公里。身材是鲤鱼，金黄色的鲤鱼。不过不是正翅，好像不是正翅。是哦，是正枝哦。正枝啊，双的。哎呀，哇塞，你看，这家别太冷了，进去不用。刚刚为什么大鲤鱼来咬？因为你看，现在水变浊了。它水变浊之后，本来很轻，它可能离很远。现在水变浊，它都敢靠过来吃东西。
鲤鱼很聪明的。我就贵了，来，钩子断掉了。哦吼，鲫鱼，鲫鱼，钓到鱼了。钓过，哎呦！
大家好啊，今天在法子溪这边，珠寮这边上游，钓况还 OK 了，那个无锅鱼非常多了，随便钓都有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